克，来，你上来让大家看你的位置，这样大家来分辨你屁股是痛上面还是下面。这一块是吗？嗯。好，你帮我痛到这里。哦，痛到下面。是。这从这里一路痛到下面。中间不痛，就是这两点。这一点跟下面这一点。一点哦，下面是小腿嘛？好。这里。好，这个，那现在他痛这一个点，这个我们的腰带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很显然，这一点痛，他的问题出在哪里？腰椎。他不是在卡撑哦，他是这里引起的哦，所以大家要分出来。如果是屁股下面痛就不一样喽，如果他上面痛，那如果坐骨痛呢？坐骨痛，你一定要划过去，那你这刚好落到荐椎，荐椎两旁还有一个开关，这样懂我意思吧？好，所以你为什么我一直刚刚指出坐骨跟髂骨，然后叫你们认识屁股？就是要看出位置出来，你认不清，你乱揉还不一定揉得出来。那这个很明显的，它痛点很明确指出来，就是这里吧？你这样痛多久了？一年多了。一年多了，有治疗过吗？什么都治疗过。什么都治疗？是这样的，原因是我这里原来呢自己摸的有一块硬的东西，然后我用手拨了，这条腿就不疼了。走路他这又卡住了，这条腿又疼了，所以我去中医院看，他就说我是神经瘤还是血管瘤，就建议我做掉，做到最后医生剩下一个做手术。哦，因为那个主任本来是主刀的，他想着我这小手术就让实习生上，结果两个实习生一个在做，那个口开小了，要不要开？我都听到什么？我听到，然后有一个，我晕了。到最后剩下一个人，他还说：“大姐，你等一下，我出去看那个人。”我说：“你只要止住我的血，不要给他流就行。”结果跑回来，可能就是没有处理好。我一做完就是很轻松这条腿，但是一到下午，他就从这个血一流到这里这么大一块硬的，然后我自己。后来就是我自己也放血，淤血放出来都很黑的，然后反正做过很多治疗了，结果我一听到有你这个，我有两个月没去看，什么都没看，我就等着你。好，那这个一定帮你做。我跟你讲，你的问题如果确定这一点，那下面这一点呢，不是腰椎管的哦，很多西医一直搞不清楚。这是我拍遍是腰四往前滑脱。腰五有问题，他说。好，那我跟各位讲，如果他开了，他如果腰椎开了，那也是白开，因为他是筋伤所致。那开骨头是不会好，但是他休息了，腰椎这里筋会松掉，他这里有可能好。但问题，他开这里跟这里开关又不一样。我知道，如果你开这里哦。腰椎是在这里，如果但是这个东西长了一个东西，他压着我的。他是本来你这里也痛是吗？旁边这里本来他不痛的，就一粒东西。好，以后遇到哈这个问题，我先跟各位声明，身上长一粒什么，或是长什么筋瘤什么，都不要管它，反正会生的东西都叫幻生幻灭的，都是影子，那不是要处理的地方，千万记得我讲的，所以它不是要处理的，你就不要去按它，没事找事做啊。就是长一粒，你干嘛一直去戳它？你不理它，然后如果真的要积极治疗，就找我的原始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是不认识，认识你我不会去做的。好，那这个也不是问题。那现在我们要帮他处理的，如果只是解决这里，那揉这里就好。啊，如果还要，你现在小腿也在痛吗？痛，这个地方。好，那个臀部这一点也要揉下来，这一点管这里，所以。患者现在这一套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患者讲出来，我们心中马上怎么样，有数了，而且很已经立即浮现答案，不会很模拟两可，他的答案只有一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所有的开关一一去掉？我刚开始找是找很多，我那个脑袋刚开始也很复杂，然后年纪越大了就越简单了，所以简单到最后只剩一条脊椎七处延时点，就这样，所以越少怎么样？功夫越好，你没有负担，所以我这个让我感觉到简单才是好。
我有一次搬家，搬家我就觉得我家里怎么突然间东西那么多，以前还不知道啊，搬家东西多很辛苦啊。现在我就知道以后齁，如果再买新家一定怎么不买东西，哈哈，简单几样。那所以东西多就复杂，方法多也会怎么样？复杂。方法多杂则乱，乱则老，老则忧，忧而不救，哈哈。所以学东西就是要一门深入，这个才能够学到真功夫。好，您趴着吧，我们开始来做。那你小腿是痛旁边还是后面？这里是吗？旁边这里、哦、那是屁股引起的。好，那我现在只有找，我们照我们的课来找抄表。好，这里痛吗？这里呢都还好啊。这一点呢？这里痛吗？这一点呢？这里都还好。好啊，这里痛吗？这一点呢？哦，这里有一点了，是吧？好，啊，这里呢？这里不会，啊，这里呢？也不会，这里呢？也不会。好，没有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我刚刚只揉到这里，因为它有裤子，好，我再把它拉低一点。这一点痛吗？有点。哦，这里痛点原来藏在这里，好。啊，这一点痛吗？也痛哈、哦。啊，上面这里呢，就不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刚好被裤子挡住、哦、如果你们省略了这个动作，就做不出来了。好，我看对侧这样，这里呢，也不痛。好，我再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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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脱。这里呢，这里也不会。好，好，那很明显的，它的痛点。就只有 这一点点而已，所以我说揉肩椎痛或是髂骨上炎，你一定要注意。有些人穿裤子，好、哦，这里如果有那个比较厚的，你不要省略哈，好、哦、省略，刚好万一就像刚刚这样，你就找不到痛点，那这个就不会消失。有痛一定有痛点，好，那它的痛点就在这里。这一点很痛哈、哦，这个哈、哦、揉腰椎力道要进去，那身体就是沉下去就好。这样就可以了。我现在没有处理他的小腿哦，我是处理他的髂骨哈。好，你现在可以慢慢起来看看，你摸摸摸看这个臀部这里。没有，现在这一块松了。这一块，因为你们大概刚才我站着，我都是这样，你先是吧？就是好像天就是发，现在这里也松了，但是这里还没有。这里我刚刚已经声明了，我又没有做，所以没有做就没效。所以我说这一套就是哪里揉哪里，管哪里，它怎么样？很明确，它是一个规律性的，你揉哪里就。所以我刚刚说的，它这里痛，它就是这里腰椎引起嘛。所以我这里腰椎揉完，它髂骨上炎就是屁股上炎就好。为什么现在我这点痛？这里是吗？就一点，这一点点是吧？这里是吧？对。好，这个我们来看看，它这里有一点点屁股这里是吗？下沿这里痛，它刚刚是上面痛，上面解决了，现在下面痛，下面是揉哪里？你们知道吗？肩椎啊。肩椎这个等一下我们要讲，好，我等一下一路讲，再一路做它，好不好？把它顺便屁股也揉开，好、哦，好不好？那你现在这个问题是解决了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就是这一点，还有这一点痛，对不对？这两点的处理方法不一样，
所以他几乎是从腰椎、肩椎还有臀部都出问题。等一下，他是属于我们要讲，那你就坐着，等一下我再揉你，好不好？